有点。嗨，大家，大家晚安，圣人晚安，小鸡晚安。Oh my god！ 没想到一讲话就咳嗽。今天状况不太一样吗？哦，好像是哦。我等一下调一下。嗨，晚安。对，今天有点橘。找一下我的遥控器。哎呀！好像是这样。哎呦！今天戴耳机吗？哦，没有耳环，耳夹。这是感冒咳嗽久，对 ，L O N， 至少要一个月才好吗？真假的？晚安，卢卡阿姨，西铁路哈，好，晚安，卡姐晚安。哎呀，我在想要怎么办，是不是常常讲话才可以不会那么咳？如果公演的时候可能会想咳，好可怕。Plus 晚安，吃饱了，怎么还在咳？有去看医生吗？我只有去一次而已。请多喝水，好的。晚安，大家晚安。麦哥化痰的药好，嘿嘿，还想一直咳。谢谢阿叶的四叶草。谢谢送我小花椒，晚安。今天晚餐也是自己做的，对。天天吃花叶菜、蔬菜什么的，谢谢建国的红玫瑰，晚安大家。今天建国晚安，你看一下现在气温。天气啊，15度，还可以。有吃肉，有。我今天吃鸡胸肉跟牛肉，很难得吃牛肉。志祥晚安。就是，北部15度还好，对呀。现在，可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雨，这几天都有下一点点。妮妮晚安，晚安安安，鲫鱼晚安，宇宙晚安，酷家晚安，礼拜又就冷了，真的吗？冰车鞋晚安，对，虽然我现在穿短袖，但有点想穿外套，天气不太稳定。波达晚安，现在应该没有，明天可能会下，好，注意一下。我摇到头晚安，克里斯晚安，大家晚安。现在冷的话穿没关系，好的，会啦，会穿，我会自己控制。那个新春派对的合照有够好笑，我有看。我们那组还好，木头人他们为什么用广角拍呢？变成超可怕。预祝你新年快乐，卢卡，新年快乐。我9号会开播，所以那时候我是可以讲啊，我好像不能讲新年快乐，对。现在还是短裤，我穿长裤。彩妹酱晚安，晚安。阿叶是小丑，还好啦。妍妍晚安，要问当时的 stuff 没关系。马修比丘晚安。台湾农历新年应该没关系哦，是这样吗？不知道，没关系，可以提早说新年快乐。没有家人亲戚过世，好像就不能讲新年快乐的样子。新年要吃什么好吃的吗？我想吃虾，虾子我一定会买。
虽然最近好像不太便宜，可是怕不知情的九号会一直说，对，还是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这次过世的不是爷爷那一代的人，想说，还是去钓虾。钓虾，我一个人去吗？一个人去？之前是谁说一个人去钓虾，70%以上可能会被就是不认识的阿伯讲话什么的，好像会被搭讪什么的。喂喂，晚安，你钓得到吗？可能也没办法。直接买比较便宜，我陪你一起钓。我过年闲闲没事做啊。真的吗？你不用回去家乡吗？因为女生自己去钓虾很新奇，对呀、啊。而且我钓不好，一定会被就是附近的说你钓很不好哎，怎样怎样怎样，一直被 advice 这样。可以钓我。通常都是跟男生去，如果去钓虾，应该很多人会找你聊天。坤坤晚安，可是台语的话我听不懂呢。要可是因为家人春节都在忙哦，了解。不会啊，隔壁阿伯会教。你钓不起，旁边的阿伯会送你虾子哦。如果是送的话，好像不错。钓完虾子可以马上煮来吃吗？想啊，我上钩了。对，哎，钓鱼钓，你在钓什么鱼？晚安。等一下，今天是2月6号，对，我们家乡山梨县那边昨天下超多雨。下超多雪，对，很可怕。我妈跟我妹都传给我影片，就变成一面是白白的。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去日本的时候没有遇到雪，好像是很幸运。那些伯伯最喜欢送钓不起的女生虾子。小吉晚安。水深哦，今天水深很大吗？好，阿伯晚安，北极熊晚安。大雪，对啊，日本雪下到影响交通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听说今天东京交通 ，Oh my god！ 哎呀，那快讲，那个有变小声哦。晚安。哎呦 OK， 小玉晚安。我穿一下好了，早知道穿长袖。路卡家那会是那种下雪药。山梨县其实像是跟北海道啊，或是跟别的县市比起来是还好，没有到很可怕的程度，什么不太会超过1公尺啊，对，纬度比较低哦，也是有可能，对，但还是比东京多。吐司晚安。会跟河展村一样啊？没有，没有，不会。我昨天看至少有20公分，对。我们家的庭园整个都变成白白的。还有看是不是迎风面？几天不见，怎么头发变长了很多？哦，真的吗？有吗？好像有，我这边本来就比较长，对。好像有长了一点，快可以放假了，恭喜你们！听说东京因为大雪，交通都停摆了。Oh my god！ 很厚吗？
今天有稍微整理一下，对，好想打雪球，雪球手会痛痛的。卢卡接下来要流产吗？我不知道哎，可能又去剪，但是要有钱才可以去剪。雪球大战，紫薇晚安，再上一天班，明天下班就可以放假了。不是短发控的，我看到都快没了。几天不见，脸也变尖了，瘦身大成功。你有发现哈？对，剪短发就回不去了，没错，真的。而且我剪短了之后，很多成员都跟就是都说短发很好看，我真的很开心。就是遇到的时候啊，或是在后台等的时候，就被说，想说以前都从来没有被这样称赞过，真的很开心。短发真的赞，对。如果大家开始习惯看短发的时候，我才可能再流产。继续看短发真的很好看，耶，有大。至少洗完澡吹头发快很多，真的快很多。我都想不到以前都怎么吹头发，短发好啊，不错不错，真的短发整个不同风格。卢卡主打出其不意，不同风格，我是很开心啦，但我不知道，我应该顶多会染黑而已，不会想再染金发什么的。不同风格以前也不会不好看，可能他们以前看腻了，有可能。我这四年都是长头发，而且我头发很多。对，我突然想到前几天啊，我跟小晴还有玉云他们一起看，其实是他们两个看，然后我偷偷一起看这样 TP 四周年的时候的演唱会。对，如果现在很日本哎、欸，哦，真的吗？耶、yeah.。我该开心吗？我觉得纯粹看腻，毕竟我也在适应短发的你。哎，晚安。两年前的事情，四周年是两年前吗？哎，四周年还是一年半前？艾瑞晚安。反正就是看那时候的影片。对，五周年消失啊，对啊。但长发的时候，我也喜欢你绑各种发型啊。对，但其实我不是很会绑头发的人，所以就是其实长头发的优势就是可以绑很多发型，对。但我自己不太会绑，所以想说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对啊，还是可以给多玉神老师他们吧。阿瑞晚安。你刚入团的公司找头发看起来好像也很短。是没有很长，对，而且那时候头发有内弯，所以看起来也更短，但还是没有比现在短。你做造型的时候也很正，我好爱看你公演的各种发型。如果想问一下你们 TO 兔之后会接结婚的表演吗？ TO 是什么意思？哎、欸，你说现在吗？你们之后会接这样吗？只要好像应该是只要你们愿意付非常非常非常贵的钱，应该就是可以。对，哪有你不管怎么绑，我都觉得很可爱。那时候的演员很多嘞。啊 ，TP 有了解了解，可能是但他们可能是要看一个人多少。所以两个人可能就两倍，三个人可能三倍这样，所以不太可能会，就是十几个人一起参加这样。那我结婚可以邀请卢卡吗？看你什么时候结婚。我当然是愿意啦，来放一下开放，跟我结婚可以邀请卢卡来表演。我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反正只要付得起加码都可以，好像是这样。嘟比比比，晚安晚安，可能要自名费。对，我结婚可以邀请你吗？可以啊，当然我时间有空，
然后如果我不在 TP 一定可以，然后但是如果我在 TP 的话，你们可能要辛苦一点，对。还是等我结婚喜，结婚祭喜再给，还要营运运回喜。对，听说我们现在营运回信的比之前还要慢的样子。那卢卡毕业后可以私下邀吗？我怕你毕业前我接不了。当然，毕业后一定，我们接什么工作，一定比现在好接100倍了。对，我也不会要求跟你们要求什么很离谱的高，很贵很贵的钱。对，卢卡你要包大包一点给我，把我的烂花还给我。那就要透过官方安排了，对呀、啊。那要去别人婚礼搞破坏，可以邀请碰奖吗？碰奖，他可以，他我相信他有10罐罐头，应该可以。等我们结婚，你可以来吃好吃的。180元，喜帖。毕业后自己接工作自由度会高很多，对、啊、而且可以唱的歌也会越来越多，不是只能唱 TP 的歌，对，想唱什么都可以唱，可以包给我跟卢卡。卢卡如果要还烂花会破产，对啊，可是，B 趴是被公司跟烂公司抽掉了，所以我拿到的可能也不会到破产。你叫我安碰奖可以帮忙长婚节吗？他应该没那么聪明哦。卢卡喜欢日式料理吗？我跟我老婆讨论吃什么的时候纳入考虑的。我喜欢吃。赵宏晚安，他愿意搞破坏吗？他只要在那边，可能就可以破坏。不好意思，碰奖的出场费可能比卢卡还贵。看我只请得起碰奖，卢卡不用包给我女人来就好了。卢卡大实话，这样，一下，坐等各位婚礼去 A Joy 吗？什么是 A Joy？等你们婚礼，我当然，你们邀请我，我当然会想去。如果真的寄喜帖给你，记得带碰奖出席，就不用包给我。如果可以来我婚礼当新娘吗？这个可能需要更多钱哦，养我一辈子要花的钱可能更贵。欢迎去乌梅办。哦，你们可能这样，新娘也可能要表演，制作上一个人餐费要4000多。萱萱晚安，好多人要跟我结婚，我的花童邀请碰奖来，碰奖是公的 OK 吗？萱萱晚安，花童是只有女生可以当，还是男生也可以？笑死，很贵是多贵，我努力赚。需要年薪300万，我不会这样说。小泽晚安，如果我们不是很没关系，你愿意来吃我们的婚礼就好。都可以，通常一男一女，不行，我要真的公吗？哦，可以哦，现在努力开始工作成全，应该来得及吧？哎呀，我要。今天我可能要结婚很多次咯。不行，这样不行。结婚了，虽然上次也讲到结婚，然后今天也要讲到结婚。虽然上次讲的好像都是不是非常好的事情。好了，我们极致，没事，我不介意，这样吗？这样吗？上次是聊到。对结婚对象，结婚对象要求的东西有什么？伯承晚安，没听到上次的话题啊、哦？真的吗？不求结婚，能不能交往就好了。这可能比较简单。晚安，卢卡，然后拜拜，我要去运动了，好快，运动加油。对，上次聊到的就是，
日本女生像说玩交友软体的话，比较会注重的是，年薪跟还有什么啊？年薪跟外表吗？对之类的。然后男生的话可能是年龄跟外表这样。我要求不该对方姓是 M 开头，然后 R 开头就好。很现实，我突然庆幸自己感冒，明天下班就不用去聚餐了。有点像我尾牙的那时候的我，虽然我那时候不想感冒。所以年薪真的很重要吗？年纪比较大之后物质比较重要了。年薪我应该是看人，但是我那时候讲是因为玩交友软体的时候不是可以那个吗？受询的时候就是可以选条件，什么年薪几百万以上，然后年龄25岁以下，身高几公分以下什么，他们说可以调，因为玩交友软体的人太多，超多超多，所以他们都说能挑的话当然是想挑噻。如果是长大后长期交往对象，好像的确要看一下这些，但大学生没在管，没错。现在交友软体都直接填年薪了，好像要哎，我也不太清楚，有可能有些乱讲哦，有可能。通常会注意的就是钱跟年，还有在哪边工作。做什么工作之类的，可是我总不能直接打我的年薪在自我介绍，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还是要看年薪，还是看工作做什么工作。说谎你也不知道啊，对呀、啊。台湾都把交友软体完成包养软体，真的要结婚的话，这些都会列入考量，双方的生活细节。你又戳到露卡的痛点了，关于大学谈恋爱的部分。我已经不是大学生了。申请账号要人工验证年薪哦，这样哦。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对，其实交友软体还有什么结婚介绍什么，那你可以公安来说，日本有就是不是交友软体，有第三者可以透过他们，然后他们会挑不错的男生跟不错的女生这样，然后让他们相亲这样。婚友哦，对对对对，这种的，反正就是婚友是他们会先问对方需要什么要求。没事，我们卢卡长得像大学生。结婚了，我也是每天都对不同女生说出口。下次可能要站好要量一下身高体重。台湾现在有很多哦，真的吗？台湾也有，不过老样子，台湾的诈骗还是很多。我最近看的是，最近 Twitter 上很红的有一个婚友社的女生，我看一下她叫什么名字，可以公认那种。高中生可能有人信是诈骗吗？我刚看的不是诈骗，婚友社要怎么骗钱哦？可能都是介绍，不太会介绍给男生不太想结婚的美女，是这样吗？对，说实话，仔细想，婚友社他们要如何赚钱？他们一结婚了，他们就赚不了多少了。所以也有可能他们第一个介绍的对象吗？可能不是好的女生，是有可能。就婚友社找演员来骗你，这可能是有，就收高二的会员费。居然还有演员吗？我不相信爱情。故意找很漂亮的女生，就是假装要跟你结婚，所有你会给他一些钱金子之类的，要给你多失败几次，对，但好像会让他先失败的样子，结婚还是会离婚，下次还有机会服务的。卢卡，你不会骗我吧？什么？我有骗你吗？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結婚案内所。我朋友婚姻是花了50多万，结果 还不是单身，真的哦。好坏有这种骗感情又骗钱，对呀、啊。诶，我在哪边看到？但我想说，为什么最近我的 Twitter 上突然会出现结婚婚友社的东西？也有可能我在直播嘛，然后这样讲话，然后我的手机偷听我讲话，然后才会推荐这种东西，是有可能。因为快过年吧，哦，也是有。不用这样了，正常人生的路程本来就是失败多，他根本不用特别安排。你最近有提到吧？有，因为你这几天一直讲结婚，这有可能，你一定有搜寻过类似的关节字，有。还是如果睡前都在看婚友社的影片，我看到是照片，就是有的男生，他相亲有一个女生，可是女生她后来拒绝了，但是男生以为是可以，然后后来婚友社他们问女生为什么你拒绝这个男生，对，然后。男生一开始好像说去旅行，好想之后结婚之后就是常常去旅行什么的，然后男生就跟他说，如果是结婚的话，好像可以去，那个叫什么？Love Hotel 的中文是什么 ？Motel 吗？好像可以去 motel 之后，就是可以好好休息，好像这样不错。对，他是这样跟女生说，然后婚友社跟女生说，正常人不会跟初次见面的人说 motel 这个字。然后这个图现在在 X 上很红，这样。啊，又想到女生。拒绝的理由就是这个。最近广告也是一堆婚礼的东西。卢卡亲戚会叫我赶快结婚吗？他们知道，因为我现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不可能这么早结婚。他们是叫我赶快去找男朋友，这样对。我要先找到对象才可以结婚嘛，对，对呀、啊，因为我跟我妹现在都是，对我妹感觉是单身，我妈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对，手机会偷听。我上次跟我朋友聊一首歌之后 ，YT 自己帮我加了歌单。原来 Luca 作家最近想结婚。不是啦，对对对对对，也不是开车啊。他说结婚之后可以好好在那边休息之类的。对，最近这台的车速怎么那么快？没有，我是直接讲 Twitter 上看到的而已，抱歉啊，我不是想开车。谢谢晚安，难怪那男生只能找婚友社，现在还有理由推脱。没关系，这个不用担心，可以先多认识男生。妹妹，谁说的？这里有现成的男朋友，但我们不适合结婚，没关系。这里有很多可以选，卡妹选我。什么啦？你们想要卡妹是吗？卡妹上次那个分手了，我不知道哎、欸。没有，我觉得他是单身，是因为我上次去他房间，结果他房间超乱。然后我想说，如果男生常常去他房间的话，应该不会把房间那么乱。对，这里很多可以选，强哥要出动了。如果不介意弟弟的话，我可以。没有开车啊，卡妹一直被爆料。卢卡跟卡妹是尝试吧。笑死，超乱，卡
卡妹都去点点点，我不知道哎。可是卡妹现在是一个人住啊，所以想说，如果真的有男朋友，可能男生也会去他房间吧？这样房间超乱，说不定都住男友家。嗯，我是看不出来啦，对，女人的直觉吧，他不会跟你讲，是不会啦。卡妹可能是单身主义者，原来你们不会聊有没有男朋友。之前就是住一起住的时候，就是虽然不会讲，但是都有感觉到，懂吗？我是有感觉的，嗯，是不是有这样？但我不确定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啊？对，卢卡的第六感，卡妹如果是单身的主义者，欢迎找我。反正就是想说，如果对啊，男生他真的有男朋友的话，至少他的沙发区啊，或是睡觉的地方，可能就是不会有什么东西这样。因为我去的时候，他的床那边跟沙发那边都是自己的衣服。对，卡妹有没有偷偷讲电话，或是用手机打字的时候笑得很开心？以前就有啊，就是在我发现他就是用 LINE 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很开心，就想说啊、哦，是不是跟我不认识是不是男朋友，是不是跟喜欢的男生聊天啊这样？但我没有讲，我不会跟我妹这样讲话。嗯，是不是男生啊？这种姐姐很欠揍哎、欸。对呀、啊，我正常讲话，我连我跟她说早安，她都说很吵死了的那种女人，怎么可能这样跟她讲话？有男朋友就会找各种借口出门玩，然后晚上会躲在房间讲电话。如果真的是社会观察家，你可以问问看有没有男人的味道，闻闻看有没有男人的味道。对，就是没有感觉到那时候，他都乱丢我，真是的，几天没搬他说就这样。那卡妹男朋友帅吗？之前交的还蛮帅的，可是我觉得我跟他喜欢的男生的类型都不太一样。对，不过我跟我朋友用 LINE 干。讲干话的时候也会很开心，女生不会讲干话吧？你可以当那种很白目的姐姐。哎呦，爽成这样，跟谁讲话？让我看看、啊，真的很欠揍。姐姐同意了，她是在看直播吧？应该没有吧？对，现在看我直播的只有我妈而已。卡妹眼光跟你接近吗？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她喜欢的都是。他喜欢的是，他好像都喜欢瘦瘦的男生。让我看一看，对，就是美少年，对对对对，应该是，就是长得有点像女生啊、不能这样讲，偏中性的那种外表的男生。然后我是比较喜欢。越像越南的那种，该怎么讲？感觉就是整个都是男性荷尔蒙的男生，但是我妹比较喜欢，就是对美少年型，对对对。讨厌我除了瘦也没有其他优点，卢卡不要肌肉猛男哦，也可以这么说啦，好啦好啦，但也不一定是肌肉猛男。又回到肌肉猛男，你喜欢彭于晏那种？不知道谁还可以，彭于晏哦，我看一下，我忘记他长怎么样。彭于晏，但我记得他是美少年型，是吗？
红玉是哪个玉？哦，有了有了。啊，可是我觉得他的脸是可爱型的。对，他身材是蛮猛的，但我觉得他的脸是偏美少年型的那种。对，大家都疯狂发健身饭泰卢卡，但你之前饭团饭韩团的时候也不是都是美少年型吗？我不知道哎、欸，谢谢欧比王送我偏了一点盖一层。你说对啊，我之前喜欢那个赖冠霖，他确实是美少年型，所以是要看情况，对，就是自己的理想跟真正喜欢的男生的类型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我的理想其实就是，越黑越壮的那种理想呀，对。看到没？但是我妹感觉就喜欢瘦瘦白白、高高的那种。可能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嘛，有可能。如果变来变去，这样很难去整形。不用整形啦！但我其实还是喜欢对方个性的人，外表是，那你再次的对。幸好我除了黑没有其他优点了。该去晒太阳，如果下次看到我就有腹肌。你女生有男生，我想问男生，女生有腹肌你们喜欢吗？还是比较喜欢肉肉的那种肚子？那我今天开始要去使用健身房的助晒机哦。你们健身房有这种东西哦？但我遛狗都撑阳伞。这样可以吗？没有，我刚刚说的越黑越壮，那是理想，对，真的是理想，对。当然，我也有喜欢过白白瘦瘦美少年型啊，对。喜欢微肉，了解。我觉得女生有腹肌超酷，练屁股的女生很好看，对，真的。但我两个都没有，我也没有。屁股要练真的很辛苦，喜欢肉肉的哦，我觉得没加分。健身房有可以晒黑，我好像都可以了解，好看就好。看我们健身就觉得很厉害，但自己要去就觉得很累。对呀、啊，所以我才佩服有肌肉的人。屁股要练，往后抬腿。女生很明显腹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恐怖。说实话，女生明显腹肌的人，其他地方可能也是肌肉，对，可能脂肪量太少这样。好看是好看啦，而且运动的时候比较好动，对。有腹肌的女生超赞。Mina 之前腹肌就不错 ，Mina 吗？哦，我有点忘记他腹肌长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他是瘦瘦的那种。说实话，瘦了之后，很瘦很瘦，就算没有练腹肌，还是可以看到腹肌，那些都是正常范围的。哦 ，OK。那有可能真的有练的那种，刺的那种，可能就会很可怕。对，瘦出来的腹肌不算。我想是不是现在有腹？但我觉得 TP 成员的腹肌大家都是刚刚好吧。目前我是没有印象练的超。腹肌练得很可怕的女生，对，我觉得微微的线条最好看。分那种很明显一块一块，几乎都是打药居多。嚯、哦、啊，打药居多，有可能，或是，就是正女生，我相信正常生活就算练很
很辛苦耶，应该不会变成一块一块，可能真的需要一点东西，而且那种真的要很严格饮食控制。嗯，我的腹肌都是瘦出来的，我之前腹肌也是啊，就是瘦出来才会看到那条线，但我其实根本没有在练腹肌。我有阵子比较认真运动，腹肌出现以后，发现我的腹肌没对称。腹肌啊，对吼，我之前有看到，哎，好像右边是三块，然后左边两块的那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人的腹肌是不是本来就不太对称的。但那些人以后可能不孕，那种都是极端的训练，了解。不然你自己练，除非你走健美，然后比赛前脱水才有那种明显的线条。呼，对称不对称是基因决定的，天生的。那好像是天生。右撇子右边一定会比较壮，但大学男生最常练的反而是手臂跟胸肌。最近观察的，手臂哦，啊，你说这里吗？腹肌我觉得可以。其实我其实男生的肌肉里面最喜欢的是这里胸肌，再来是大腿，对，这是我最近喜欢的大，我最近开始喜欢大腿是因为我前阵子看到有人在骑机车，然后他是穿，那男生是穿，很像是运动裤嘛，很像铺满的那种运动裤。然后就是因为他有肌肉，所以穿看起来很紧，然后就是砰，大腿砰砰的那样。然后我一看就觉得哇，好性感哦！练胸肌，衣服穿起来才会好看。哦，对对对，没错，对我喜欢这里的肌肉。原来不论男女都是喜欢胸，看人啦，对。但是我之前我高中、大学那时候。我也对肌肉没，就是看到肌肉也只会觉得，干嘛要练那么壮的那种形态。我之前觉得大腿肌肉很多很难看，那你可以看洛克，他的胸肌可以。洛克吗？他很少来看，我要怎么看他的胸肌？对呀、啊，我要直接问，不好意思，我可以看你的胸肌吗？对吗？好变态哦！越长大越喜欢，欸，有可能欸。虽然我现在对男生的屁股没兴趣，但搞不好我长大之后觉得，哇，男生的肌肉屁股练起来的真的好好看，有可能。还有礼貌的，公妈妈叫没叫的那个鞋，ありがとう。对。对，反正我最近喜欢这边，但我看目前是好像没有人同意我的讲法。完蛋了，大家要看健身房会员了。没有，就是我单纯觉得好看而已，跟喜欢是不同事情。对，我要先投资屁股了，过五年卢卡会爱上我的屁股。笑死，下次看到男生屁股翘了就会喜欢。我不知道欸，我目前是没有了，还没有那个感觉。Eric 带我飞，下次活动要穿短裤了。哦，但是我是喜欢穿运动裤的时候的肌肉。对，短裤哦，嗯，短裤我就，我目前是觉得还好。对，我那件肌肉 T 又要出现，哈哈哈，要出江湖。不是女生都喜欢抱血管，你喜欢吗？血管我还，说实话我还好。嗯嗯。欸，我不知道欸，也有可能我没看过而已。谢谢陆考，我在军中可以好好健身，但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比一个月前赚很多。泰拳裤呢？泰拳裤太短了啦，所以喜欢若隐若现啊？对对，应该是。这算是我的性癖吗？我不知道欸。血管哦，因为有些人瘦了还是有那个血管的，对，那种我就还好。嗯，可能我喜欢又有脂肪又有肌肉的那种。
我的大腿是常常在跑步有训练，那可能要穿棉裤，棉裤，海绵。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棉裤的运动裤，然后长的，然后但是可能不是到，可能不是到那你脚踝，可能到这边，然后差不多这样，然后这边是，这边是那你塑胶吗？那个叫什么？就是可以这样的，可以拉的那种，然后这边都是紧紧的那种。没事啊，我们都懂啊，你们都懂吗？棉裤如果确定看的是腿吗？不然呢？要看哪里？哦，应该懂了，屁股。就是会包起来，会缩起来啊！对对对，没错没错。有人跟我说会跟我在一起，50%是我的手很好看啊，但是手很好看，我是听到很多女生喜欢男生的手很好看的男生啊，很多女生说喜欢手很好看的女生，哎，对不起，讲错了，手很好看的男生，所以那个真的可以，手很好看真的可以加分。小腿当然是看哪里，看哪里？等一下，除了大腿，有哪边可以看？蛮多女生都会看手，对，手漂亮的男生，很多女生都喜欢。我看看哦，等等。美丽的事物可以多看几眼，像是眼睛啊、腿啊、手啊、胸。看来关你要保养手了，但其实我不知道手要怎么保养。我可开始擦棉裤哦，对。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找一下。啊，有点像这种的，我看一下。可是这个不是我喜欢的材质，我喜欢灰色的那种。灰色的长裤吗？啊，有点像这种，有点像这种。然后我超爱这里，我超爱这边，好好笑！我到底在分享什么东西？就是这种的，就是这种，灰色的棉质长裤，深色的也可以，但是全黑的话看不出来那个肌肉的粗度，所以全黑我觉得有点可惜，对。有人要团购吗？卢卡的手也很好看，我有时候会偷偷观察你的手。哦，真的吗？真的吗？好像我第一次被这样说。以下开放团购，黑色看不出来线条，没错。我现在看女生的，对，男生喜欢哪一种瑜伽裤？黑色吗？好多瑜伽裤，灰色比较好。我喜欢男生，如果是男生的话，我喜欢灰色。女生是黑色吗？说实话，这种紧紧的，如果是穿淡色的，看起来会很胖。像是这种的，绿色会显绿色，淡绿色、淡粉红色会显胖，但黑色就看起来很瘦。你的手很好看，认真，谢谢。淡色会，对啊，淡色看起来蓬蓬的。我可以只喜欢你吗？那我之后穿这种裤子，你们觉得穿哪一种也是比较好看？我讨厌瑜伽裤，抱歉，卢卡。哦，真的，好吧。哦，也有人会讨厌哦。我以为男生蛮多人喜欢瑜伽裤，那我可能搞错了。对，卢卡之前穿瑜伽裤很好看。哦，真的吗？
哦，之前好像都是穿黑色，对，黑色是最显瘦的。哦，对，我可能不喜欢黑色。我刚刚说黑色运动裤，觉得还我对黑色运动裤还有可能，可能是因为这样会显瘦。我还好，但是可能会多看几眼啊，了解。看一下，好，那我刚刚分享男生，那我现在改成分享女生。女生的身体里面，我最喜欢看的地方，我看一下，我觉得哇，这个身体可以一直看那种。我看一下，我踩一下。哎，等一下哦。不要走，女 style。あ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お在健身房的话 ，OK 的，一般路上就没有太喜欢。应该是瑜伽裤在外面，好像很奇怪哦，好像也对。我看一下哦，看一下。好，我认真讲好了。我认真讲，我在女生的身体里面最喜欢的部位是屁股，而且是那种屁股下面有，该怎么讲，有这个线条的，懂吗？好色哦，很色吗？还好吧。女生说女生屁股喜欢女生屁股应该还好。屁股蛋吗？哦，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虽然我没办法在这边给你们看，我怕，因为我怕我直播会被 ban 掉。比方哪个成员的 Luca 很喜欢？可以不用讲 TP 的吗？我最喜欢是那种那个本团渡边麻友前辈的屁股，他的屁股蛋超明显。对，这个，呼，笑死，好想要直接拔掉。哦，他不是长长鼻屁屁啊，对啊，很好看呢，我真的很喜欢，但我觉得我不管练怎么样，应该没办法变成这样，他的屁股一定是天生的那种。可能一出现就是这个形状，写真集那个吗？不管是写真集什么，我觉得都好看。那对我觉得是应该是骨盆，他的骨盆可能就是跟我不太一样，所以我相信我不管怎么练，应该没办法变成这样。什么拔掉完了 ？Luca 有可爱哦，有吗？可爱，但我对屁股不是觉得可爱，就是有一种啊，对啊，是可觉得可爱。上半部的屁屁，上半部也是蛮重要的，是没错。但是我比较喜欢下半部，对。所以渴望那种屁股，对啊，如果能变成他的屁股，我当然也想变成他。还有不能久坐，卢卡的肉都长不对的地方，哪里？我在哪里？我也喜欢屁股科技啊，动物的也很可爱。可是你成为那种屁股，你就看不到了，不对吼，笑死。我就算练好屁股，我自己都看不到，那好像没有什么用哈。对呀，长在哪里是对的。Chris 太过分了，只能给别人看。对啊，你可以买两面镜子，两面镜子哦。对啊，当然是最好看自己的身材就觉得开心的那种。好，不会啦。聂鹏讲，期待聂鹏讲。
他睡得很熟。好啦好啦，对啊，就是我刚刚不是虽然分享很多人体的好看的部分，但是我也不，虽然我很喜欢女生的屁股，但我也不会喜欢女生嘛。然后虽然我说喜欢男生的大腿，但我也不会只看大腿就喜欢对方嘛。那种都是单纯觉得好看而已。我们 Luca 要颜值，有颜值，要有身材，有颜值。帮 Plus 翻译。我没有这样说，请问别人屁股太好看，一直被看会不会被告？啊，有可能哦。我也是不能，我也是不会一直看人家身体的。但是，如果啦，如果你们是男生，对不起，你们是男生哈。如果女生跟你们说，我可以看你的屁股吗？这样你们会开心吧？偶尔想养也没事啊，我最后还是看内在的，只会投票。不是看，不是那种脱下来看哦，不是脱下来看，是从衣服上看，看谁说啊？非常奇怪吗？哦，好吧。那我不会这样说，还是腹肌？腹肌呢？腹肌的话，你们应该会很愿意吧？如果你们有在练的话，说女生说：“哎，我可以偷看你腹肌吗？”然后你给她，刚好女生的牌说：“哇，好好看哦！”你们会开心吧？抱歉，我确实是卢卡可爱才进来的，腹肌可以啊，除非女生自己提。没有人会走在路上就拉起来给人家看，不是陌生人，朋友好了，朋友。但我不好意思这样问别人，对啊，我也是，我也不敢问，但想问问看。如果男生他们想说没有啊，多问啊，我想被问，因为我在练，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问。我有时候会收到朋友腹肌的照片，不知道传给我干嘛，好 gay 哦。男生干嘛传给你自己的身材照片？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但我们都是男生在比腹肌，手臂也可以哈。但我之前遇过有个男生说他有练胸肌，要不要抽抽看？妮那时候怎么回答？说啊，好啊，好啊，好啊，谢谢谁谁谁的抽抽你。男生可以穿什么半在什么半截式的上衣？哦，强哥喜欢，可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说不要，心里很想抽啊。了解，我快笑死，要会跳的我才抽，我的话可能真的会抽。我说谢谢谁谁谁的抽抽你。肌肉哥的胸肌可以跳，但也是要看人嘛。如果对方他没有特别练自己的肚子啊，或是胸肌啊，可能就是不想被这样问嘛。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挑，就是看起来平常有在练的人，就算他腹肌厉不厉，有没有厉害没关系，只要有在练的人。我相信他们就是想给别人看这样。我不知道耶。看过了，肌肉哥的胸肌可以跳，我目前是没有遇过啦。我只有在电视上看到有就是这边会跳的人，啪啪啪。有的人看起来就很想笑，那问他应该没关系。对，来吧，路口准备好了。我可能对有在练，我可能会开心。但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极限可能还是腹肌跟这边，胸肌的话可能要看人哦。那个初一就会跳哦，真的哦 ，Eric 的会跳吗？我也想要动，但听说有些女生也可以跳，但我没办法。握手会进去腹
鸡跳舞给你看。好啊，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会。哦，你可以哦，这么厉害。要怎么练呢？是练到某个程度才可以跳吗？还是跟有没有胸肌没有关系，可以跳就可以跳？就跟耳朵而已。耳朵的话，耳朵就不用练肌肉吧？还是也需要练？我当兵瘦五公斤之后，腹肌又回来了。哇，瘦五公斤比我厉害。卢卡有看过 Eric 的暴力上歌吗？有啊，我看过 Eric 跟强哥的，对，两个人都看过。跟有没有腹肌没有关系哦，真的哦，嗯，看肌群的控制力。对，耳朵怎么练呢？我也很想。谢谢小树的红玫瑰。有的女生可以胸部往上移动，强哥有看过是吗？对，练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跳哦。了解，我之前是看过女生这样，然后胸部就不用不用。我忘记在哪边看啊，好像在电视上看。对，我目前是没有用肉眼看过跳的胸部。哎，我是演的，我平常都是拉15下起跳哦。真的吗？因为你的是演的。可是对，就算有练的人，可以做这个的人感觉就很少。我都没办法，我连一次都没办法。如果他很想要练哦。我妈还好，但是如果我练到那个程度，我相信我现在的身材不是长这样。Eric 的也是演的。有些人在男生胸肌可以动。勇哥晚安。我应该可以啦，可无下。没有啦啦，单坑我确实不太行，顶多一两下。我觉得两下就已经不错。我最多可以不下连续拉十下。所以我说那个关节肌要怎么擦？哪一个？你说动胸肌吗？我体重比较轻啊，也肯定要看自己的手这边的肌肉，还有要看自己的身体多重，还可以这样。我是因为这边没什么肌肉，所以我连一次都没办法。我再偷偷跟你讲，偷偷跟我说什么？初恋会晚上放松就哦，了解。我应该没有，我现在想初恋，但是我动的只有肚子。对，我可能没什么肌肉在这里，所以我不知道这边要怎么动。可恶。卢卡会吗？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我的肌肉分布在四肢。卢卡锻炼的时候会……哦，你说这个吗？我这个也很不会。现在这样坐姿很可爱。这样怎么动？可恶，这个特效我先关，改一下。It's going 啊，这个读一下、啊、不会动呢、欸、但我大概知道，如果我胸部练好，他可能会这样动。对，大概知道。对，但我不会动。我腹肌不要。什么笑腹肌？没什么啦，没什么，现在还是肉肉的。对，你的肌群还不够发达。对啊，肿起来就不用练了。外套脱怎么看起来更变瘦？你射到底饿多久？还好我今天吃肉了。对，你可以用起来就厉害。对，这个我一般女生应该没办法。我腹肌练成一块，我也是。我肚子还有那个声音呢，啪啪啪啪啪，这不是肌肉的声音，这是脂肪的声音，有点像，对，好像会这样动。屁屁。最近还有在吃花椰菜吗？天天吃。
但我昨天把忘记把花椰菜放到冰箱里面，然后我的花椰菜变色，变到黄色这样。对，对啊，黄色的花椰菜。然后我上完茶，黄色花椰菜可以吃吗？他们说可以吃，咖啡色不能，咖啡色就不能吃，但是黄色还是可以吃。打了没声，应该是扁掉了，有吧？卢卡可以多练这个什么棒式核心就会很强。对，我核心想练一下，可以吃但不好吃。对，还是可以吃。谢谢你，医生，我看好你哦。对，我最近。啊，对，我昨天睡前做的运动里面有这样，把锁骨这边的坏东西啊什么的往外往外这样，然后揉一揉，然后差不多揉30秒之类的，对，还要揉肚子啊什么的，还要揉这边啊什么的，我是不知道有没有效，但我就一直揉。卢卡会做平板。什么是平板撑？花椰菜很不错，还可以看兰花。对，我也觉得不错。身体放松吗？好像是不，身体不好的东西要往外往外那种感觉。按摩费啊，对，什么按淋巴什么的，按摩也很有效。啊、哦，对对对，没错没错，推推淋巴结，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开始是这边锁骨下面这里，然后从左边开始，因为心脏是偏左边嘛，然后再来是右边，然后再来是上面，再来是上面这样。推推淋巴结，对，排毒，对对对，没错没错。变滑平板撑吧，我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可能没做。胸部按摩挤一挤会顺，胸部是按哪里我不知道，锁骨超正啊，谢谢。对，我锁骨是我身体里面蛮有自信的地方。这就偏向中医了哦，真的、哦。卢卡要去瀑布了吗？啊，前阵子因为太冷我就没去，但我不知道台湾的瀑布啊，因为我发现跟日本瀑布不一样的地方，日本瀑布是。那边通常是神社跟神社在旁边，然后那边的人就是帮我按念东西啊什么，然后阿弥陀佛，神，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可是台湾的可以这样吗？我好喜欢你的锁骨，谢谢。之后再落多一点，过年还有点冷，对。台湾的瀑布都很危险。我可以帮你在旁边念啊，这样，好笑。就淋巴后却到按摩哦，了解。我再查查看，我昨天学到的是这里，还有哪里？还有肚子啊，有点忘记了。我可以敲木鱼，我应该听不到，都是水声。这样穿神道教的衣服，就是穿白色的那种，白色很透的那种，那个叫什么衣服？你们应该知道吧？然后很像和服的那种，然后就这样，好可怕！但听说有效，推跟脚有很多。淋巴可以按摩，卢卡可以查查。好的，没问题。说实话，只按淋巴的话，可以又很轻松，也可以变很瘦。我以前看南部版节目还是 HKD， 好像就有去瀑布下。对，日本好像就是常常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好想做。那个我有去日本看过，但没有体验。所以卢卡之前问瀑布是想要修行吗？对，没错，想要 love 修行。Love 休息，对啊，好想一边瀑布，然后一边跳 Love 休息。要在瀑布下多久啊？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乃木坂的单曲，哦，是哦，因为他们每一次出单曲就是去瀑布嘛。台湾可以这样去给瀑布抽吗？对，因为这个我
我也不太知道，所以我想要查一下。体验的话不会让你在下面待很久，想跟露卡一起去瀑布下 live 休息。喜欢在一个人的心就好了。台湾可以，但要看天气。哦，好，不一定是瀑布，每次方式不同。了解，危险别去，是吗？下雨绝对不能去啊！下雨很可怕，那水力一定不一样，水会很大。好，我不会去下雨的时候。好可爱，碰脚现在这样睡觉，好可爱。会扁担，那感觉会边唱边抖。对，听说会很冷，不然去 SPA 水疗冲就好，安全。我说到 SPA，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浪 live 不是有那个吗？浪梦城，不是浪梦城镇，就是我们六个人去表演的，突然忘记。浪新潮吗？好像是。那时候我们都有拿到礼包，然后礼包里面有 SPA 体验券的样子，还是是脸变小那种。新潮之夜，没错没错，反正里面有那个券，然后我一直忘记它的存在。对，因为原本是我看的时候，原本那是要付钱的，上面写原价多少多少，但后来发现那只是原价多少，是 VIP 券，所以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体验原价多少的疗程的样子。对，但是过期了，到去年的12月31号。对，我发现的时候就是刚好要去日本前。对，想说啊，来不及了，可恶。他只是跟你说你赚了多少，对，原价写好玩的啦。对啊，有点可惜耶。但我其实不太敢去那种地方，好可怕。我怕我一去了，就是他们店员会一直对我推销。通常很多很多这种美容诊所会这样。对，店员狂推销说，哦，你这是做这个疗程，哦，那你要不要加这个疗程，会怎样怎样哦，要不要买这个乳液啊什么的，要这个很棒哦什么的。你只要说没有信用卡就好了，不然你说你听不懂中文就好。确实关进过门口都有人推销。对啊，或者说你还是学生，哦，你27岁，你还是学生哦，这样。哎，对啊，但是就每次有一种每次拒绝，就是心里有一种啊，我又拒绝别人的那种感觉。上次有人说要拯救我的皮肤，破坏了我的信心。哦，研究所哦，好像也可以。好奇日本过年会包红包给爸妈吗？过年日本人根本不会过。对，跨年而已。我26岁还是在念研究所啊，卢卡欧说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啦，没事哦。对啊，我可以说我是读研究所，而且可以高中毕业先去工作，25岁回去念大学也行。可是他们应该会问，哦，真的，你在研究什么？但是我对啊，这是谁送我的？谢谢强哥吗？送我爱的拥抱。为什么字这么小？这看来肩膀好漂亮啊！不是肩膀，等一下，肩颈是哪里？这里吗？肩颈是哪里？现在学生证还要打八折哦。那你有学生证吗？我没有。而且可以高中毕业先去工作，25岁回去大学里哦，好像也可以。三角我们有学生证，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强哥变小，我要先去马路卡，拜拜，哭，拜拜。这样会显得脖子很修长。脖子。对，我现在不想变成大拇指。我学生证还有嘴。欢迎再次晚安。
刚刚那个动作好美，今天好适合波头，这样吗？角度问题啊，是没错。但是现在有好一点吧，现在至少不是大拇指。谢谢，我没了。耶，我多做一点。对，我好想念这边。其实我脖子不算是长的人。我觉得脖子很长的人看起来看起来很高，也看起来头很小，这样耳朵是这个啊，对对对，就是可以假的，今天是立馒头，很可爱哈。脖子太长不会很可怕，很漂亮。我发现小雨脖子很长，所以我相信他之后也越来越高。就是之前我们不是一起拍那个吗？大家好，我们是 AQ48 DMTP 那个影片。对，我发现我跟小雨这边的长度好像是差不多，那差在哪？他是脖子很长，对，而且脸很小，所以就是看起来身材很好这样。我脖子应该算长。小雨还在长高吗？啊，对，没错。但我觉得，我发现脖子很长，就看起来，对，看起来很高，然后身材看起来很瘦，这样。对呀、啊，就觉得好好。入口耳后跟脖子的线条才齐美。耳后的，你说这里吗？这里有，我好像很少被称赞这里，还是因为我现在变瘦了，所以才是越来越好看。吐司很懂，肩膀下垂的人脖子看起来都比较长。哦，是这样吗？卢卡可能是直角啊，对，我的肩膀却真的是直角，但我觉得小雨真的很长，祖祖也很长。对，我发现模特儿体型的人都是脖子都很长，真的很羡慕呢。哎呀，真的是变瘦才注意到，有可能，有可能。クビ司机，ありがとう。クビならいくらでも見てって感じ。祖是太长，但是不会很难看，就是很好看。对，我觉得小雨之后也可以变成。应该会变成模特儿体型，其实现在也已经是模特儿体型。今天和妈来签个就走，好，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名模小雨，对啊，对，你看这边有，为什么？我关一下那个特效。进来时比卢卡矮，说实话还好。他进来的时候已经就差不多，好像比我忘记一开始说谁，三期里面好，他原本好像比玉燕还要小，这样吗？还是110忘记了？但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是看镜子跳舞嘛，我那时候觉得小雨好像蛮高的这样。可以不要加油吗？怎么了？看一下，小雨刚进15左右吧。对，但是也有可能他写身高的那时候，他已经长高了。你看小雨可以组成后背动没？有成员说他一进来比平安前辈还……没有，我是觉得没有，可能是只看数字吧。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小雨蛮高的，但也没有到很，没有到这么高，对，对，就是差不多跟我差不多，对。然后好像过了几天，过了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发现他是不是变很高？哦，只是工作很累哦。好吧，好，那就好好休息吧。这边又写为什么脖子？
很长就看起来是美女呢，这样真的不觉得脖子长比较好看吗？所以我觉得脖子真的很重要。会不会以后霍小雨换成粉丝要垫箱子？有可能。卢卡进来之后有长高吗？没有啊，我23加入嘛，女生通常不太会，20岁以后不太会长高。我还好，我觉得那个太长，是吗？右边那个有点太长，是吗？不知道欸，但我相信应该是右边才是没修过的，左边才是就是把它变短的那样。不知道欸，就是看起来脖子长，脖子长看起来就是身材全部的比例也会变好嘛。对，就是可能只有七头身，然后脖子长就变成八头身这样。好像还有大概是跟 Luca 比起来哦，谢谢。女生去到19岁，骨骼发展完成。19岁吗？我身高挺的是，我好像高中就已经，高中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再长高了。还是高二，国三还有长高，但一点点。对，高一到高三真的没什么长高的样子。对，好像是，哦，那是我们右边那张才对，哦，没关系没关系，应该是懂，我懂你们的意思。女生的话，说实话，那个叫什么，没事，我正在讲，每学期量都会量身高吗？会吧，台湾学校都会量，对不对？我们对，好像都是每学期，还是一年一次啊。高中好像是每学期都有量，女生高中就差不多不会变高了。对，应该说生理起来就不太变高了。来之前才会越来越高，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原本就是我觉得是荷尔蒙的关系，因为那生理期女性荷尔蒙越来越多嘛，然后女性荷尔蒙不会让身高越来越高，感觉是这样。大谷翔平選手18歳でも伸びたって聞くけどね。ね、すごいよね。男生就20挺高，我曾经想过断骨增高，听说那个很痛，但是我曾经说实话也有想过。但是第一次有这个，这个手术的时候，就是想想，好像不错，然后我看一下，结果他们一手术的话，都是不能正常走路，然后一直戴那个，感觉就是跟断骨头的人一样的生活。想说这个我没办法。对，我想说我没有到那么想要长高，对。但是断骨增高比例会变怪怪的，会吗？断骨听起来是好像是真的很痛，骨定剂，垫鞋垫就好了。对呀，复原时间很长。对对对对，没错，我看到就觉得还是不要好了。喝牛奶吗？喝牛奶好像没什么用的样子。我有看过照片 ，Twitter 上常常看到。我看的例子是他先把大腿断，然后变高嘛，然后再来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动小腿这样。私は TP の全体で背の順なら中間ぐらい。あ、どうなんだろうね。中の下ぐらいだと思いますよ。今の背高い子が増えてるので一番ちっちゃいわけじゃないけど、そう、原本 TP 里面最小的是杰西嘛。再来是谁呀？再来是思雅吗？还是玉燕？
对，现在刚刚还在上说我的身高在 TP 里面算是中间嘛，我想说应该是中下，因为四期生进来之后，我们 TP 的平均身高整个晚上。不是，现在 TP 最小身高最矮的是谁啊？弯弯吗？弯弯151哦，哦，他有这么小？他现在几岁？他还会长高吗？卢卡是不是按直接性降低平均？没有，雨林153哦，好，18岁哦，那可能不太会再长高了，顶多高1公分，嗯，对，18有点极限，他都把牛奶当水喝，牛奶喝牛奶不会长高。所以变胖，但他很瘦，所以应该没差。我有问过他，你是本来就很瘦吗？他说对，对，很羡慕吃不胖的人。小雨年纪最小却最高，也不是最高，有更高的，但是他年纪最小是真的。弯才18岁，我以为是大学生，我以为是高中生。欸，他是高中生吧，对吧？虽然我身高很高，但我也一样垫鞋垫。理想身高是200公分。他是高中，他是高几？高一、高二，看起来是高二。曼里是高一吗？还是国中？高中妹妹，他有在上学吗？我不知道。18不是高三吗？哦，是哦，是吗？可是他没有考学测哎，那应该是高二吧？对呀、啊。阿湾高中，但他没在上学，为什么？是不想去上学吗？还是卢卡比娜娜高吗？好像是，还是差不多。他们明年才要考。弯弯休学，他说学校是监狱，我可以理解。他常常翘课哦，真的、哦，但是要看读哪一种高中啦、啊。高职的话可能可以这样。那公开的数字是157，卢卡赢了吧？但我相信，嗯，一两公分的话可能。他也有可能在长高，喝牛奶不会长高，对呀、啊。那目测应该比卢卡前辈比100分小时，不要这样说。我想一下，嗯，但是我之前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想要翘课，但是一直都没办法，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跟我妈都在家里。然后我不去反而会被他们打死的那种，所以我真心觉得就是能翘课，然后有地方可以休息，有可以好好休息的空间是好事。对，戴瑞克晚安。对呀、啊，如果我们家庭的环境很好的话，我可能也会这样。对，聂本家，所以我相信他们家人应该对弯弯很好。原来是卡妈都在你这么大还会打你吗？哦，高中的时候会，一定会。对呀、啊，就是因为而且那时候我爸的上班方式是都在家里的那种，对，他那时候已经不在。他已经不在公司上班吗？好像是，对呀、啊。能想象爸爸一直坐在家里吗？是蛮可怕的。高中还打人吗？我爸会。高中还不算大吧？对，对他们来说，我一直都是小朋友啊。嗯。啊，现在还好，但是。
我学生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不希望爸爸在家里。陆凯以前会很怕爸爸哦，算是他一大声就很大声，然后我很讨厌声音很大的人。我相信我怕声音很，我怕声音很大的人是因为我爸的关系，他一不爽就是凶别人，然后那时候就故意讲很大声，然后就是凶我们这样。爸爸在家里就很不自在，对呀、啊，真的，对呀、啊。我以前很希望老爸出去外面玩，虽然这样讲很坏，但是之前确实是这样想。你到现在也很讨厌成员很吵很大声，原因是从小都那样，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是因为我爸的关系。就是有可能有我爸的阴影，所以才会害怕声音很大的人。对，笑死！哎，但现在我爸不在，所以偶尔会想念啊。对，如果刚好又是高敏组群吧，嗯，应该是。这是童年阴影系列吗？没有，现在长大，我现在长大了嘛，对，但还好啦。我们家，我也知道比我们家人更夸张的，对，所以我们家算是 grey zone。你小时候还有怕什么东西吗？这不是还有水声哦？真的吗？那我觉得应该没办法再变小了。我小时候怕，这个我不确定你们知不知道。我小时候很怕 Fuji TV 的 logo， 有一个日本的电视台的 logo， 我小时候超害怕。给你们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 CD， 没有很流行，都是 VHS， 就是这种 video， 对 ，DVD 吗？我都叫 VHS。然后像是看面包超人啊，或是什么的，一开始看 DVD 都会有那个 logo。噔的那种，啊，给你们看，给你们看，这个，你们有看过吗？其实没有，长大后看不会恐怖。抱歉，如果那个太阳没有看过，录影带，对，然后富士台的。我小时候超怕这个，每次看 DVD 前都会有这个。我不懂，我小时候害怕的东西都很可怕，不是很可怕，就是很怪。但我现在看留言呢。我看都是写小时候看这个，每次都会很可怕。小时候看汤姆士的那个 video 的时候，每次都播这个很可怕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可怕的。这个五岁的时候以前看过，记得现在记到现在是真的怕。对，汽车汤姆士，火车汤姆士嘛。小时候怕这个应该算蛮正常。对吧？不是テレビロゴ，怖い。啊，小时候比较怕这个。我每次很想看哈姆太郎啊，或是什么面包超人啊，然后一开出现就是黑暗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可怕，就是这个
声音也是，对，我看一下1997，不是这个。我看1995的，但现在已经没这么可怕了。以前的，这个很可怕，好笑。但我不知道台湾人有没有对这个有没有熟悉。但我小时候太常看恐怖片，已经免疫。这个晚上看会怕，对呀、啊。现在怕，现在看还好，但是会想到那小时候的那时候的阴影。把音乐关掉，应该就不怕。原本想是儿童片，一开始是惊吓，惊吓，对呀、啊。小时候神奇宝贝有一个城堡也很恐怖哦，真的吗？片头不是东影海蓝背景吗？不知道哎、欸。Pony 这边写 Pony Canyon 什么的。啊、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小时候看的，好像几乎都是跟电视有关。有时候电视收讯不好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哔，然后颜色会整个，有彩色的那个荧幕。嘿，你想讲妈妈？那个也很可怕。Television， トラウマ。待ってね。哎，好像没看。没有信号的时候，对对对对对，没错。粉色勾勾，粉红色勾勾，哦，是吗？还是台湾是粉红色勾勾，日本是彩色的荧幕。只是我要怎么打回テレビ虹色の線这个我小时候很害怕看到这个这个荧幕直播是日本人吗对那个要很晚才有至少要凌晨四五点哦真的哦好啊、哦、反正就是之前看到这个的时候很可怕对，没讯号的时候，哔，怎样？还有什么？液晶深夜的テレビ、そうそうそう、今テレビの昔のトラウマだったのを思い出してる。これ昔これが怖くて、あとはあのフジテレビのロゴ、だいたい2000年代、1995年から2000年ぐらいの、私ビデオとか。見てるときに絶対にフジテレビのロゴが出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めちゃめちゃ怖くて、そう目のやつ、ダーンって、あれ子供の頃怖かった。ルカイジェンドワンそれ、我忘记了。现在台湾的无线电视台会有、あ、真的吗？なんか台湾でもあるみたいですこの虹色のやつ。あとは砂嵐かな。还有这个。等一下啊、哦，现在。我手机的讯号不太好。这个，等一下，好，这个画面，这个也很可怕，而且很吵。以前有些台12点就没节目。现在有在特性，说そんな動画あんのか？对对，杂讯断线的时候的电视，而且这时候很吵，叭的那种。反正小时候很害怕的是这个，就是很害怕。杂讯之后会有孤寂，这个不小心转错台会跳出这个，对，没错，对我小时候真的很害怕。哎呀，看一下。我的手机剩五趴了，要充电。下载过出现啊，对对对，然后就跑出恐怖的
东西。古井会跑着那个长头发女人。ゆかちゃんって日派だよね。あ、本当？そう、なんか今子供の頃のトラウマをの話をしてて、そう。でも基本的にテレビに関係があるものが怖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要很后面才有这个。我小时候真的觉得电视机后面有多人，我是没有到这么可爱啦。看一下，砂嵐で赤ちゃん泣きやめて都市伝説もあったな。あ、そうなの？余計に泣きそうな気するけどね。我比较怕挂画。什么是挂画？子供の頃のトラウマ。他に何があったかな。でも多分今忘れちゃってるから、ね、今となったらそんな怖くもないのに、なんで怖かったんだろうっていう。PHS のテレビビデオと、そうそうそう。私小さい頃まだ CD が主流じゃなかった時って基本的に VHS だ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それのそのフジテレビの、だいたい VHS の最初フジテレビのポニーキャニオンのロゴが出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が本当怖かった。就是墙壁上挂那种西方艺术，这个我没办法理解。啊，但是有人说日本爷爷奶奶家的那种，日本爷爷奶奶家不是有很多，像是头发黑黑头发那种。日式娃娃啊什么的，小朋友那种的好像会害怕的样子。今说ドラマで不適切にも程があるって言ってんだけど、はいはいはい。ゆかちゃん絶対好きだと思うよ。あ、本当？どういう感じでなのかしら。座敷わらしで不適切にも。金曜ドラマなんだ。ほう。あ、でもあれだ、主人公が阿部サダヲなんだ。あ、じゃあ多分面白いやつでね。昭和のおじさんが現代にタイムスリップ。ほう、面白そう。見よっかな。昭和と令和を比べてるの。へえ、すごい。ネットフリックスでやってないかな。あ、あるわ、あるあるある。え、違うわ、これじゃな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とで探してみよう。有些人不是也会怕女儿节娃娃。あ、对对对、昭和のこれだ、連載で満載で面白い。 でも私わかるかな。日本の女儿节娃娃動画也看到。そう、日本、長谷さん知ってるんだから台湾でも見られるはずかもね。あ、 TVer とかで見れるなら見れるかも。見よ。你们还有小朋友的小时候害怕的东西吗？有人说怕神那个天线宝宝，但我对天线宝宝还好。鬼蛙掐吉啊，我小时候还好，没有遇到掐吉啊。TVer で見てる？あ、そうなんだ。TV で見てみよう。時鐘の声音、あ、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晚上很安静的时候、就只有那个チチチ、那个声音蛮可怕。我每次去百货公司玩具卖、那个有够恐怖。日本灵异节目、啊、我妹之前很害怕。对。但其实我小时候是没有相信鬼的人。所以每次看觉得头脑会想，哦，这个都是假的，这个都是假的，这样。对，但是我妹是相信的，所以她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卡通全部不怕。火影忍者真的吗？有一种有中白的时钟那种比较恐怖，都有 VH 拍到什么之类的。嗯，消える前に早めに見てね。はい。そう、消えちゃうんだよね、一週間だと。小时候怕睡觉的时候把脚伸出棉被，感觉会被抓。啊，这个我朋友有说过，
但我其实不太，我小时候完全没有，我没有这个困扰。那你现在会怕鬼吗？不会。对，我小时候怕他嘛，是小火车，长大看到那张脸有多可怕。我反而小时候不可怕，然后我一长大看那个汤姆斯，汤马斯还是汤姆斯？汤马斯，对不起，我刚讲错，汤马斯，汤马斯小现在看是蛮可怕的，是蛮可怕的啦，啊，好可爱，脚伸出棉被，好像很多人都会怕，嗯。就是之前有的朋友传给我那个照片，那个图片好像是梗图嘛，说小时候以为脚伸出棉被会被下面有什么鳄鱼啊什么的怕被抓这样，然后我从小都没有这个想法过，所以我都蛮惊讶，说是不是只有你这样想。一人第一集把汤马士小火车放大，超可怕。佛山晚安。小时候童年级的亲戚说我旁边被鬼压床，但是我没有感觉。鬼压床，汤马士的脸就长得奇怪。我很怕午夜凶铃，嗯，晚上关灯都觉得床底下有东西。真的、哦，可是夏天盖被盖子超热啊！我小时候是怕棉被没有盖到心脏。我小时候觉得，如果棉被没有盖到这里，我怕有人会杀我。对，对，就是小时候都是怕奇奇怪怪的东西。只怕手脚伸出棉被会被蚊子咬定。卢卡那么没有安全感。小时候我很怕小偷，对，对呀、啊。那你棉被的防御力很高？对，其实棉被只有一片一片一片的，根本没办法，没有那个杀伤力。但是啊，不是杀伤力，没有保护力。但小时候就很天真，就是比起什么都没盖，我想要。盖住那个，小时候跟家人一起睡不会想太多。哦，鬼来电是卢卡小时候的电影吗？着信ありだっけ？应该是对，但我没看过。我也觉得棉被的防护力感满分。但小时候还有怕什么啊？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很怕红灯，不是那个，不是红灯绿灯的红灯，是。庙口里面的那个红灯，就是，那个叫什么？拜拜的时候不是用那个红色的灯吗？对，神明厅红色的灯。对，我小时候很害怕，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神是什么东西，我以为我也不太知道这个神是这个什么庙公是好的神还是不好的神什么的，我怕经过那个神庙，我没有拜拜就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什么的。对，我朋友小时候超怕神像，对，真的，我不知道台湾的神为什么长得那么可怕。对，台湾不觉得台湾的神都是长得很凶，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看到神明灯有种安心感。长大后根本不会害怕，但是小时候就是会怕那种东西。像是有些神脸很凶，对不对？虽然日本的神也有，就是身体里面有senju kano，有三个脸，然后很多手的，长得凶才能吓到坏东西。我妈跟我说的。哦，了解。但小时候我可能会觉得，那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我是坏东西，我会不会也会什么被吓到什么？还有本身也是很凶，对呀、啊。先去干什么去？
对啊，虽然日本的声音也蛮可怕的，说实话，就是背里面有背，从背那边长出很多很多手。队长的胸才能让恶灵害怕，不会会保护你这可爱的小东西。不过小时候怕的东西更怪，九丹小时候怕什么？神圣巫女都很像美少女战士。卢卡看过妙舞的七夜八夜吗？其实我不知道庙会，我不知道他们的名称，就只有看过而已。对，所以那个小さい頃怖かったものって意外と今大人になったら全然怖くないのにっていう。私ね、昔神様が怖かったんですよ。台湾の神社って赤い光がずっと光ってて、そうなんかちっちゃい頃だからこの神様がいい神様なのか悪い神様なのか、もし通その目の前を通って何もしなかったらたたりに会うんじゃないかみたいな、そういう変な妄想に取りつかれてましてですね。七夜八夜是一个白一个黑的，不知道哎。啊，然后小时候怕那个台湾，对，台湾庙口的东西都很可怕。台湾庙，我小时候怕，其实现在有点怕，就是头这边有，就是戴一个超级大大的头，然后身高也很高高的那种三太子，对，应该是佳琪莎晚安。关一下都是国宝，对，不是狮子。等一下哦，三太应该是三太子。哎，哦，类似这种的，好可怕！我找一下七爷八爷。七爷吧，八爷。タピさん日本に戻ったんですか？可愛いから、え、本当？でも子供の頃怖かったんですよ、これが。あーって、ちょっと、青かばこれこれこれ、これマジで怖かったこれ。めっちゃでかいの一個。나이게不敢看。俺も怖いや。因为外国人看到三太子会觉得可怕。三太子也要看，也有可爱的。哈，你太……为什么他长得这么可怕？怖すぎない？これベロ出てんだよ。怖。これがなんか街中をパレードみたいに歩いてんの。マジで怖くて。本当怖。我到现在看还是有点可怕。昔の写真、いや怖いでしょこれ、いくらなんでも。映画の中で見た。因为他们要抓恶鬼，所以要够凶。了解。いや怖いってね、怖いって。ね、特效ついても怖いって。刚刚那张，那是古早了吧？对，刚刚是古早。为什么长这么可怕？そう、なんか変に無機質なとこが余計に怖いというか。请问握手脸土黑伸舌头会被赶出去吗？那卢卡有些寺庙地狱什么博物馆应该会觉得很可怕。不知道耶，一堆奇怪的走将。僕はサーカス団が怖かった。あー、ピエロ的だね。わかるかも。用黑白跟像找写另一照片。怖すぎ、もう。しかもこれが一体二体ならいいけど、これで並んで歩いてる時があってさ、こうやって。もうほんと怖い。大人になった今でも多分怖いと思う。これが突然目の前に現れたら。そう。でも、しかもでかいっていうね。これが普通の人間で、ちっちゃいやつでも結構でかいのよ。大きいやつ、ほんと、2倍ぐらいあるからね。地狱跟比较恐怖一点。牛頭麻面。好、我看一下。
什么这么台湾的宫庙都是很可怕的东西？子供的トラウマレベルでしょ？啊，是蛮可怕，但是刚刚的比较可怕。对，这个还是有点可怕，但是比不过七爷八爷。阿瑞晚安。怖すぎ。トラウマ分かる気がする。そう、那ルカ看到那是什么中道かな、生ハゲみたいな感じなのかな、多分。でも生ハゲもそんな怖くないんだよね。あ、でもこっち子供の頃だったら怖かったかな。シャシャ晚安。あ、对、看到シャシャ想到我小时候也怕警察。我什么都没做坏事，但是还是很害怕。对，就是怕被他们抓走这样。暗き物置でお面見つけた時考えたらちびる。七爷八爷很有义气的故事，所以他们才会变成神。真拿你没办法，那我只好抓你。我以前怕理发师，理发师啊，真的哦。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说不乖会被警察抓走，对，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是那卡的给你，怎么乖？啊，那中国你还怕丢？我改了，没事，我现在也怕警察，怕他把我的耳朵摸下来。对，小时候我妈都跟我说，警察会抓你哦，这样。然后他说不乖，我就叫你去啊。他，我小时候也怕宿舍吗？あのね、寮ってわかります？寮就是有一点像修行的人去的那个地方，然后那边只有小朋友，有点像一休先生的那种，算是宿舍吗？对，九蛋打的，就是小时候我妈每次说我做不乖的事情，她也是说我把你送出去那个地方，这样。集中营，类似那种。我之前在派出所还真的有家长把偷东西小孩带来要我吓他们，好可爱。能想到那个画面，然后笑笑那时候是不是很尴尬？我不能这样哦。看来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因为我们很害怕跟爸妈就是突然消失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对，今は妻が一番怖。艾略想说他现在最怕的东西是老婆。那小时候你怕牙医吗？哦，牙医我完全不怕，不知道为什么。牙医我完全不怕，我比较怕打针，但打针我也还好。对，我比较怕战争啊、小偷啊什么的。那个世界机构长官哦，我小时候就被铐在派出所过。真的吗？卢卡，我是觉得你不要说神明长相，这样不太好，担心啊。不好意思，神明，不好意思，我觉得你们很好看，不好意思，七爷八爷先生。虽然因为你们太神大，所以我才会害怕而已。水道の部屋に誰かがいるのが結局一番怖い。そう、結局一番怖いの人間っていうね。那没关系，神明度量没这么小。我比较怕你拒绝我，才不会拒绝你。没事啊，都是九代的锅。对，刚刚有人说，比起神明，其实最害怕的是人。对，就是刚刚有人说，礼拜三，日本礼拜有一个节目叫做《礼拜三的 Downtown》，礼拜三 Downtown 里面的整人企划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住的家里，发现突然不认识的人在家里，这个可能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样，如果突然祝福了，
人比鬼可怕多，没错没错，本当に。那是确实，那是确实。卢卡对鬼神有这个惊喜是对的。哎，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我刚刚是说小时候怕的东西啦，对，长大后还是会怕，有些东西还是会怕。谢谢盛元的啾啾你哦，嗯，谢谢 plus 一颗星。哦，我小时候还有怕飞机，对，这样子真的很可怕，会怕是聪明的，对呀、啊，就是每次国小的时候，就是学那些战争的故事，我就会很害怕。很开心，难得都可以看到一场完整的直播啊、哦！对哈、哦，今天谢谢谢谢图斯，搭飞机吗？对，我比较怕搭船。小时候蛮可怕，对，就是小时候不是，不是，每次搭飞机前不是要看影片吗？说什么紧急逃生入口啊，或是飞机里面没有氧气的时候，那上面那叫什么口罩，很像就是头那个叫什么啊？就是你们应该知道吧？那个会掉下来。对什么的，我每次只要搭飞机，我就狂看那个影片，然后越看越可怕。然后小孩就以为很容易发生那些事情，对，没错，对，所以才会害怕。这样其实对小孩是不好的影响，万一他们遇到事情不敢跟警察叔叔讲，嗯，对对对对，氧气面罩，没错，就是每次看那些影片，会觉得。这些事情会常常发生，然后我就很害怕。私昔飛行機が怖くてですね、で何が怖いって、飛行機に乗る前にあの緊急脱出口とかあの酸素マスクとかなんかあの非常時についてのビデオを見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毎回乗るたびに見るから、あなんかちっちゃい頃こういうのが普通にたよく起こるんだみたいな。それがそれで怖くて、だから飛行機がめちゃめちゃ怖かったです。うん、そうだからいつも飛行機に乗ったら最初にそのあ、谢谢图斯的摘钥匙。そのビデオを真剣に見て、で見終わった後もその冊子があるんですよ。冊子をもうずっと真剣に見てました。あの非常時には何墜落する時の体勢はこうでみたいな。每次看到影片翻车都会觉得很不吉利，对呀、啊，真的。そうね。だから、ちっちゃい頃飛行機に対するそのワクワク感はなかったですね。まあ今もないけどね。CA になれないじゃん。そうだからその小さい頃 CA になりたいって言ってる女の子のわけが分からなくて、あんな怖い乗り物に乗るんですかみたいな思ってました。今ならわかります。そうだからね、CA に対する憧れはなかったですね、ちっちゃい頃から。好。对，所以我小时候很多蛮多女生想当空姐嘛，然后我完全不懂他们在想什么，就想说你们干嘛要搭那么可怕的东西？不过我蛮想溜溜看飞机的逃生裸体，不能这样想。不，アイドルへの憧れはいつから？あ、でもちっちゃい頃からかもしれない。ミニモニが好きで、うん、幼稚園の頃かな。ただなりたいというより好きだったって感じですね。ボちゃんはビビリくらいがリスクに敏感でいいのよ。そうね。今となってはそう思います。好的，今天真的直播就到这里了。OK， 那我要念版咯。今天的第十名是小树屋，谢谢小树。第九名是海绿上，谢谢海绿上。第八名是吐司，谢谢吐司。第七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六名是妮妮，谢谢妮妮。第五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四名是阿叶，谢谢阿叶。第三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
第二名是盛源，谢谢盛源。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噜哔哔哔的强哥。ありがとう。谢谢卢卡，辛苦了，辛苦了。我还好，后面都没什么咳嗽。そうでした。始めた生配信、最初の10分間結構咳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よかった。よかった、出なくて。卢卡辛苦了，晚安，晚安。今天要吃什么甜点呢？跟你们说。哎呀，我买了这个，但是已经吃完了。饼干里面有棉，哦，咳嗽了。饼干里面有棉花糖，但这个很胖。过年食物吗？还没耶。哎，对哦，差不多要开始买。今天、明天一定要买才对，因为我怕八号就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买。晚安，这时候关播很贴心，我刚好要就睡觉了。对，今天是八点开始，所以十点就可以结束。咳的話すると出るあるある。过年零食记得要准备一下哦。好的，不过过年不好买食物，对，所以要买就是今天或是明天。谢谢大家，辛苦了，休みるか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また楽しい話聞かせて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大事に、ありがとう。谢谢。刚好下班啊，哭一下，现在才下班吗？辛苦了，辛苦了。怕你饿到，好的，没问题。话说，小晴跟逸云，我两天没看到他们呢。也不是两天啊，一天半，没看到他们。他们昨天好像住别人家。对，应该是去林一家什么的，到现在还没回来，我好寂寞。刚忘记说，其实还有牛头妈咪，有看到，刚刚有人说很可怕。居然是不是你的作息很乱？没有啦，没有啦。卢卡等等要做运动吗？洗完澡后应该会。对，新的新年能用あけましてま？可以，但我好像不能说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所以我只能说今年也请多指教。在摘凉亭之后不怕被看到哦。对，我今天也是，我今天是全裸凉。然后因为他们不在房间嘛，所以我在看客厅那边的门，说希望他们现在不要回来。然后我今天早上也是 45.5， 开心，有变瘦一点。前几天是45.8什么88什么7什么，对，但现在吃这个可能会变胖的，但没关系啊，偶尔吃好吃的东西。这真的可以免费听。好啦，谢谢你们。卢卡瘦的很明显，很认真，很棒，很感动。好啦，我这个大，这个热量是应该是有600多，蛮可怕的哦。不对，800多。所以这个就真的想减肥的人尽量不要买。好啦，拜拜，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またね。早いな今日。10時終わり。下个月，下次也是8点开播，对，8点到10点，拜拜。